我说你怎么这么傻呀？我要是不回来怎么办？那我就等一夜。等一夜？那多危险啊！这可是你们侦察大队的后门，你的地盘我怕什么？没事，我一直在文文室看着他呢。哎，哎，来，我介绍一下。我们已经认识了。认识了？哎，进去吧。哎，队里没什么事吧？没事。那你帮我把车开回去啊。好吧。找你一趟还真不容易，看样子你还真的是挺忙的。谢谢，你的饭起来，吃完谢谢啊，不客气。你点了那么多，看在你等了我这么长时间的份上，你随便吃吧。我才不上当呢，这钱是你的，体型可是我自己的。哎，到底什么事儿值得你花这么长时间等我呀？就一张照片吗？怎么了？你仔细看看，这上面是谁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走。还能再清楚点吗？不能了，这已经是最清晰的了。顾春，你在哪儿拍到的？在皇冠赌场。你觉得他是偶尔路过那儿呢，还是经常去那儿啊？这我可说不好。情报可靠吗？可靠。情报的来源跟麻原有什么关系吗？据我们了解，好像没什么关系。有其他旁证吗？没有。你们侦察大队有什么想法？我们研究了一下，想把近期工作的重点放在马远身上，我们想成立一个专案组，由我来负责，专门搜集和分析马远的情况，在查实他的下落以后，我们会尽快拿出一个引渡或者诱捕的方案。马远会不会逃到别的地方去？从出逃到现在已经有很长时间了，马远要想逃到别的地方去早就逃了，他还在对面，据我们的分析，肯定是有些事情缠住了他，这些事情比他逃命更重要，或者是逃命不可缺少的。会是什么事情呢？我们分析，一个是为他儿子报仇，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，他妻子死后马远一直没有再娶，从他的经济条件和身体状况来说，这显然是不正常的，那唯一能解释的就是他非常在意他这个儿子，正是为了照顾儿子的情绪，所以才没有再去。马宝死在我们手上，马远对我们的仇恨可想而知，这可能就是他留在对面的一个动机。第二，马远匆忙出逃，非法所得留在了国内，他留在对面就是为了寻找机会取回这些钱，或者就是他的钱财已经耗尽，打算再做几次毒品生意，筹措逃亡的经费。有道理，你们打算怎么办？马远在对面很可能受到孟哈拉的保护，我们希望跟孟哈拉进行接触，一来规劝他不要陷我境内贩毒，二来警告他，保护马远就是与我为敌。政委，你看呢？我看可以，但你们一定要慎重，孟哈拉这种人不宜多接触，只有掌握了过硬的证据，才能达到警告他的目的。明白了。我再补充两点：一，你们要抓紧研究马远的情况，从他的经历中找线索；二，要抓紧查明马远的下家，他既要贩毒，就离不开下家。只要我们控制了马远的下家，就等于控制了马远。是。我有个建议。说。在马远这个案子上，我想请老排长协助我们。嗯，为什么？第一，老排长有丰富的侦查经验；第二，马远这个案子他从头就参与了，不存在泄密的问题。我看可以考虑，当然了，这还需要请示。
不过，你可以先摸一下老朱的想法。是。坐。这么晚找我有事儿啊？朱大哥，你们抓那个马远是怎么回事？马远？怎么想起来问这个？哦，我到那边办事儿，他们说马远出事了，问我，我怎么知道？马远的事，你还是不知道最好，知道了，麻烦。朱大哥，如果我要是看到他了，你说我要不要向支队报告？你看见他了？我是说如果。你哥大概跟你说过我转业的原因，如果你看见他了，希望你告诉我。没问题。你觉得我为什么为你提供马远的情况？为什么？是我问你。我先帮你排除几种可能性吧。第一，我不认识马远。第二，我从小学起政治就不及格，也没有什么抽象的正义感。其他的就留给你猜吧。你真难住我了。其实你已经猜到了，只不能说。我帮你，就是因为我喜欢你。我是真猜不到你为什么喜欢我。喜欢一个人需要理由吗？你觉得不需要吗？需要吗？你这么问下去，就永远不会有答案。没有答案就说明喜欢一个人不需要理由。再按你的逻辑说下去，我真要被你绕糊涂了。我告诉你，第一，我是个警官；第二，我是个从事特殊工作的警官；第三，前面两点就决定了我是一个没有任何情趣的男人。我宁愿相信你喜欢我是个善意的谎言，我接受你的善意。其实，你只要稍微换个角度想一想，你就会发现，我的话既有善意的外表，也有真诚的内涵。可是我的职业决定了我必须用我自己的逻辑去想问题，要不然丢了你都不知道怎么丢的。有这么严重吗？那我们不再说这个话题了。不过我相信，一个想法，一种感情，只要说了出来，就不会没有作用的。拜拜。你怎么来了？傻笑什么？有什么事儿说。老排长，你想不想参与追捕马远？老排长，嗯，你是早有预谋啊！啊，马远让我吃了那么大的亏，你以为我会轻易放过他？你这掌握的材料不比我们大队少啊，怎么抓他我都想好。真的，我分析
马远并没有跑远，就在对面。他的目的就是想找我们报仇。你是想设计诱饵，引诱他过来报仇，然后再……他知道，如果现在单枪匹马的过来报仇，是自投罗网。他需要重新建立自己的势力，或者是投靠别的势力。重新建立自己的势力需要金钱，需要时间。对于马远来说，现在基本上没这个可能。我估计他会选择第二种办法。在对面，他最有可能投靠的就是蒙哈拉。他要蒙哈拉为他报仇，就必须帮助蒙哈拉犯毒。因此，我们对付马远的唯一办法，就是给他下诱饵，用一大单毒品生意吸引他过来。是，咱俩的分析完全一样。我叫李林，毕业于廊坊武警学院，所修专业是边境检查。我有一个请求，请把我调到缉毒第一线上去，与那些贩毒分子真刀真枪的干一回。希望组织上考虑我的请求。你的档案我看过，政治、军事、文化考核全优，毕业的时候全班成绩第一，还是一个有证书的特等射手，对吧？是。我们专门研究过对你的使用问题，按常规，新来的毕业生应该到基层工作站锻炼一年，但支队直属侦察大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，组织决定派你到侦察大队工作。是，我绝不会辜负组织上的信任。飞哥，车我带来了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改倒没什么难的，不过得好好想想。我早想好了。你想好了，我没想好。这，飞哥，这价钱随你开呗。有些事儿啊，它不是钱的事儿。这叫赌命，赢了，你从此彻底翻身做人上人；输了，你只不过是赔条烂命，比现在坏不到哪儿去。可我为什么呀？我，飞哥，咱不是说好了吗？我只是说，给你改这车，没说赔你赌命。咱把这个发动机好，这车架好，全给敲了，就算出了事儿，也查不到你的头上啊。我最担心的不是车，是人。就你们这几个猪脑子，买几根甘蔗都算不清楚，干这事儿够用吗？飞哥，要不咱们一块儿干？那我更得好好想想了。有什么好想的？咱们是兄弟，兄弟啊，有钱一块儿挣，有难一块儿当。对呀，总比像现在这样好。你担心我们怕把事儿给办砸了，把你牵扯进来，说白了，我们还怕你跟条子放水，把我们给卖了呢，这样多没劲儿啊！你笑什么？你们几个呀，可真够生猛的。想当初我跟马大哥做生意，人家那才叫专业呢。你跟马大哥做过？我以前只跟马大哥做生意，他出事儿以后，我都准备收手不干了。太好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同志，请问高大队长办公室在哪儿？你找他干嘛？啊，我是新来报道的。报道？哪儿来的？我从支队。哦，我是新分来的大学生，您能带我去见他一下吗？侦察大队办公室就在里边，你自己去吧。谢谢。咱们不吹哨子，上班时间呢，大家都在办公室，有什么事临时通知。更多情况你慢慢会了解的。总之，侦察工作没有你想那么惊险刺激，常常是非常枯燥乏味的。明白。腰板别挺那么直，
咱们干的是侦查工作，不是队列操练。哎，你要是老板，要不然挺那么直啊，高大队长肯定说你。是。喂。高大队长不在，等他回来，我让他给你电话好吗？好。哎，高队，你又上哪儿了？国春找你呢。以后他来电话，就是我不在。他就是高大队长。是啊。你们见过？刚才我进来的时候，我看着他在，我还以为他是。没看出来吧？这就对了，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不能让人看出来。这肯定是高大队长给你上的第一课。是。咱们大队有点怪啊。怎么怪了？你看，来我这么一新人，怎么连问都不问一句？忘记第二课了吗？不该问的不问。吃上了。教导员。哎，大家注意了，我介绍个新同志，这位是李林，刚分来的大学生，大家欢迎。叫我，小李，你今天刚报到，就不要参加训练了，回宿舍好好休息。报告教导员，我不累。那好吧，入列。是。行啊，在支队里边能和林父过两招的还真没几个人。高队，别往心里去，好好练。是。高松，你觉得李林这小伙子怎么样？现在还看不出来。你好像看他不太顺眼。没有啊。那你怎么不冷不热的？咱们大队老兵多，大部分都是从农村入伍，一步一步干起来。我得先杀杀他的傲气，免得将来和大家搞不到一块儿。你不觉得他是个可造之才吗？也许吧。那你带着他怎么样？好吧，教导员，那就要看他是不是这块料了。怎么还不休息啊？高队，我怕拖大家后腿。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，这里不是学校。你知道明天会有什么安排吗？可能是上课，也可能会有案子。休息不好，行动的时候你要吃亏的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明白还站这儿啊？是。小丽娜，
伤口恢复的怎么样了？啊，让我看看，还疼不疼啊？啊，你知不知道啊？那天你可把我吓坏了，跟你爸爸一样，性子都那么刚烈。嗯，王叔叔，我爸爸是怎么死的？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他是在战斗中殉职的。怎么，你不相信叔叔了？嗯，在医院待久了，都憋闷坏了吧？哎，是不是去什么地方散散心？仰光、曼谷？嗯，丽娜，怎么了？是不是还记恨马远呢？别着急。等他给叔叔办完事儿，我一定给你出这口气，啊！丽娜，你怎么了？你原来可不是这个样子啊！那个快快乐乐的小丽娜哪儿去了？那个丽娜已经死了。哎，这话可不能这么随便乱说呀！你好好休息吧，需要什么就告诉我啊，我走了。这是朱振江近期活动情况。先把他放一放。啊，朱振江转业了，这正是给小宝报仇的好机会啊！打个死老虎有什么意思？你是说先动高松？对。牛皮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？哦，这边的已经被我们收购光了，明天我去南坎那边看。记住，一定要抓紧。哎，飞哥，咱这车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原厂的人都未必看得出来。什么时候能交货呢？急什么呀？再等两天。将军，您好。第一批货卖出去没有？我还等着老弟做第二笔呢。就这两天，货就会出手。等货一出手，我就为您做第二笔。将军，请您放心，第二批的货比第一批的价格要好得多。嗯，这就好。好，我走了啊。祝你好运。这样做生意，咱们的风险太大了。你放心吧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那份钱还是你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大哥。有情况。喂，我是吕月，怎么回事？车上有九个人说相互不认识，可身份证表明他们是一个乡的。身份证是假的吗？
他们的口音都一样，我们怀疑是人体带毒。那把他们带下来，到留置室检查。老张，你在这盯着，我去留置室看看。喂，我是张庆强。老师长你好，他在，请稍等啊。吕月，电话。哎，谁啊？不负支队，找你的。喂，哎，姐夫你好，啊，什么事儿？香烟？什么香烟？哦，姐夫啊，真是不好意思，那批烟已经处理了。对，烟草专卖局刚刚派人拉走。你看这事儿。那好，那好，好，再见啊。烟草专卖局，他们什么时间来的？打个电话，他们不就派人来了吗？赶紧叫人把烟拉走啊。哦，好，我打电话。刚才那九个人在哪儿？在这儿。给他们吃东西了没有？吃了。这边五个排了吗？有一个排了，其他的还没有。报告。什么事儿？来了三辆装生牛皮的卡车，检查人手不够。通知休息的同志，立即上岗。是。装生牛皮的卡车，知道了。秦强，秦强，我是吕月。现在检查区的人手不够，要不把山上生活毒卡的小组调回来吧。好，就这样。你好。同志们，这里有紧急任务，让我们赶紧回去。弹药准，炮三。高松搭班子还喝手吗？喝手，要是吕月过来就更喝手了。吕月在垭口也不错，你跟高松各有特点，你可要发挥你在情报工作方面的长处啊。您放心吧，老排长。什么情况？怎么样？哎呦，你妈来呀，朱哥。走路小心点，好吧？来，朱哥。你也认识马三？以前我用过。好吧。啊！老弟真是出手不凡呐，这种大单子已经很多年没人能做下来了。托将军的福。哦，
香港有一个买家要一大批货，但是他要求在广州交货，怎么接不接呢？接啊，地点他定，不过吧，时间得由我定。时间大致能定下来吧？嗯，说不好。姓朱的刚下台，又换了一批新人，是新官上任三把火，等着三把火烧完以后，咱们再找机会。哦，你看着办吧，不过得抓紧，我可是跟人家许过愿的。您放心好了，老弟，来玩两把。啊，将军，我求您办的事儿。哦，来。他们是我最好的杀手，从现在起就由老弟你全权指挥喽。将军，来，谢谢。嗯。仔细看看。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给我把这个人杀掉。明白。请进。杰夫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回支队开会，顺便来看看你。嗯，来，坐坐坐。哎，那天我把那批香烟交到烟草专卖局，你没生我的气吧？没有，我呀正巴不得呢。那天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洪彩玲就坐在你这个位子上。当时我还看着免提，我知道那批烟还在你的手上。我是真怕你实话实说呀，那可就麻烦了。这样最好，你没违反纪律，我呢也没得罪人。以后啊，遇到这种情况，咱们还照此办理。我就担心这么做会影响你跟洪彩玲的关系。算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方红还好吧？还好。哦。方红怀孕了，是吗？啊，太好了！你呀，多抽出点时间好好陪陪她，这个时候最需要男人的照顾了。姐夫，您还生她的气吗？怎么会呢？她就像我的亲妹妹，我怎么会生她的气呢？她只要不怪我呀，那就行了。她怎么会怪你呢？她跟我说这个周末去看你。看不看我倒无所谓，你们过好了。比什么都强。近日内地查获了一批毒品，这批毒品是从垭口站通过的，总队命令我们认真查找工作中的漏洞。这是反查通报。果然是那些生牛皮。怎么回事？你说说吧。那天我们首先发现了九个人体带毒者，采取了留置措施。后来来了六辆车，装的全是生牛皮。值班人手不够，我就把山上设伏毒卡的小组调了回来。结果没想到，毒品就是在那个时候从山路漏了过去。最近拉生牛皮的多吗？不多。前一段呢？也不多。这么不同寻常的现象，你们为什么不重视？政委，我们人手真的很紧张，当时带查的车已经排了很长的队。张兴强，吕月刚去垭口，经验不足。你呢，在垭口干了这么多年，不知道什么正常什么不正常吗？我知道你们人手紧，支队也正在设法解决，但这不能成为放过毒品的理由。政委，这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在我。作为一个单位主官，勇于承担责任是好的，也是应该的。但我希望你们承担的不是事后追究的责任，而是事前认真工作堵塞漏洞的责任。你们马上回去，组织大家认真总结教训。明天我去你们那开现场会。是。你们怎么看？我们打算根据内地公安机关提供的线索，先查出南江跟这起案子有关的人员，
看看能不能挖出其他案件。高松，我觉得这批毒品很可能和马远有关。有什么根据？做这么大一单毒品，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充裕的毒品来源。有这么大手笔的毒贩子没几个，而马远有这个能力。就这一条。那天在垭口站查获了九个人体带毒的，接着又来了六卡车生牛皮，这不像是偶然的。为什么？那九个人体带毒的每人只吞了十几克毒品，这不像是人体带毒的惯常做法。人体带毒一般每人的携带量都在百克以上，六卡车生牛皮显然是为了把垭口站的兵力都拴在站内，令我们无法分身，这样有主有次有掩护的贩毒，很像马远的手法。我们觉得这件事情也能证明马远就藏在蒙哈拉那里，一次出这么大量的货，在那边只有蒙哈拉能办到。请支队首长再跟上面请示，批准我们跟蒙哈拉接触。我们会请示的。你们从这次事故入手，好好的研究一下怎样加强支队的情报工作，我们不能再这么被动了。没事了，你们回去吧。是。是。支队长，我有个请求，如果李月这次受处分，也请处分我。我们没能提供准确的情报，也有很大责任。是的。我们会考虑的。是。是。这个高松还这么冲动。那个吕月也好不到哪儿去。这是我们站着奇耻大辱。这么多的毒品就从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溜过去了。还好意思穿这身制服吗？我们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国门卫士吗？我们还好意思拿人民的俸禄吗？从现在起，所有的人一律取消休假。执勤的人把眼睛瞪大一点，不许一丝一毫的毒品通过。不执勤的在家进行业务训练。我不管你上岗多少年，过去有多大功绩，都要从最基本的检查技术练起。这一切我会从自我做起。今后你们在工作当中发现我有什么疏漏，你们可以采取任何形式的举报，什么大报告、小报告、匿名信都可以。发誓，如果再出现这样的事儿，我就从我们站旁边的山上跳下去。我说站长啊，你的压力也不要太大，我们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多注意点不就行了吗？我们垭口站是全国出名的，我一上任就出现这样的事儿，贩毒分子把咱们玩得团团转，你说我能不着急吗？可急也不能乱发誓啊，什么再有这样的事情我就跳悬崖，大家怎么办？都跟着你跳？老张，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，如果真是那个意思，那毒贩子还不乐坏了？我已经布置下去了，让大家结合这次事故呢，写一篇文章，题目就叫《如果我是毒贩，如何带毒闯关，而且不能从样》。老张，我真该谢谢你啊！说这你就见外了吧，谁让咱俩是打伙的？好。有你辅佐，我倒要跟那帮王八蛋比比看，最后谁输谁赢。我们反复的查问了这九个人，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让他们带货的人的情况。我们查了毒贩子给带毒者的电话，没有这个号。这条线索就这么断了。找不到线索，就更加证明我们判断是对的。毒贩子用九个人做掩护，他们根本不想要那些毒品。有道理。那些拉生牛皮的车查得怎么样？那些司机是从一处废弃的仓库上的货，但是货主给司机的电话号码是假的。我们根据司机的描述给货主做了一个模拟项，但没有查出结果来，估计很难找到货主了。高松，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？对方手脚做得非常干净，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线索。这么大批量的生牛皮，想完全把来源隐藏起来，我看不太可能。
我建议大家调动各自的关系，主动寻找线索，在生牛皮的来源上做做文章。大家还有什么补充吗？我看可以动用我们的秘密力量了。我已经布置下去了。那好，就这么办，大家一定要抓紧。是。话传出去了吗？传出去了，将军。不过这事以后马远知道了怎么办？马远要是真杀了高松，肯定他会离开这儿。我们为什么要干这样的傻事呢？明白了。哎呦，快点。都没有，怎么办？德子，小李，到，你们俩看着他们，其他人跟我来。是。放开心中的锁，别再拖。